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逆天，肖战新剧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在国外爆火，怎么了？近日，肖战与杨紫的新剧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在本地热播剧排行榜上名列前茅，没想到节目也在国外爆红，引发海外网友热议和支持。 很多粉丝和观众看到肖战新剧又出海的消息，都非常激动，非常开心。肖战、杨紫新剧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是一部都市言情剧。这部剧虽然从原来的三十集总结成二十九集，但丝毫不影响粉丝对戏剧的热情。肖战和杨紫的新剧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，如果能拍到四十、五十集就有意思了。说实话。 二十九集的热播剧，对于很多真爱小飞侠来说，确实有点未完待续，还没来得及看大结局。肖战、杨紫主演新剧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，讲述即将大四毕业的林志晓，因父亲癌症住院，不得不放弃在知名公司工作的机会，跌入人生谷底的故事。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所有关于爱情和未来生活的美好想象都在这一刻破灭。就在这时，父亲的主治医生顾威走进了林志晓的生活。 有时，当爱开始时，我们往往不知道那是爱。我们俩都在爱情中受伤。不相信爱情的人开始一步步相识、相知、相爱，有过疑惑和波澜，也有过误会和相遇，人生的低谷。但在相爱的过程中，两人越来越觉得对方是可以信任的人。生活有粉丝说，顾威和林芝派是互补的恋人。什么叫互补？学校是一个勤奋的选手，他的天赋不高，所以他的音乐梦想并不顺利。 我认为学校最吸引人的不是努力，因为努力有时是残酷的。原来，再怎么努力都会有一个上限，而这个上限是有才能的人无法比拟的。一是抗压能力，学校的抗压能力和打击能力很强，同时他也很开心，所以即使遇到很多不幸的事情，他也很快就能成功。至于顾医生，他是一位精益求精的天才选手，在做医生的领域，他喜欢对自己诚实，天生的天赋极高。 很多人都羡慕不来，但正如学校所说，这样的人往往责任心强、控制感强。一旦失去控制，他们就会陷入自我怀疑和崩溃。所以出事后，顾医生会拿起手术刀。学校认为顾博士的才华很好，顾博士被学校的幸福深深吸引，这是两者相辅相成的地方。义无反顾，为爱前行，与顾为暖春重逢，谱写心动序曲，漫漫余生共赴缱绻岁月。 人生的智慧也许就这么简洁：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，把痛苦的事情娱乐化。就像简单的你我，我看悬疑剧锻炼脑子，看国民剧抚今追昔，看古装剧温习传统，看军旅剧热血童心，看偶像剧想春风惬意，闻身畔花香，感青春宝贵，爱情亦无价。零二，张艺兴发文告别《名树相逢时节》，口碑崩盘，正午阳光赢历史低分。 近日相逢时节剧中草草的收尾让观众大失所望，而豆瓣评分最终也锁定在了四点七分。很多网友对此并不意外，因为有的人看几集就弃剧了，有的人咬牙加倍速才坚持到大结局。正午阳光一直都以良心好剧著名，《山海情》《琅琊榜》《温州一家人》《父母爱情等》等一部部优质作品层出不穷。 然而，相逢时节的播出却让大家大跌眼镜。人世间珠玉在前，追完了周炳坤再去追简宏成，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意思。其实，从演员的角度来说，雷佳音、袁泉、贾乃亮等都是实力派。可是，练练和罗海琼两个疯女人的表现让许多观众接受不了。但是，随着剧情的发展，大家才发现不是演员的问题，是剧情的问题。剧情太狗血，所以才把人物逼得经常发疯。 最开始，很多人也对张艺兴的表演产生质疑，说他扯了全剧的后腿。但央视媒体专门为其演技称赞，同组演员也对其努力的态度点赞。他并没有让大家失望。在后面的情节中，他把宁树复杂的人设和善变的性情合二为一，越来越让人感到这个人物可气、可怜、可恨又可悲。三月一十七日，张艺兴在社交平台发文与宁树告别。他说：“两年前遇见宁树。 两年后再看自己当时的表现，发现自己与前辈们的差距，这也提醒我自己与真正的演员职业标准的距离。我需要继续学习、积累沉淀。无论是在才哥面前的假装无辜，与简宏成的针锋相对，还是犯病时的癫狂可怕、失恋时的伤心欲绝，张艺兴把凝述复杂的性格、多变的人设表现得都很好。和过去的角色相比，张艺兴的演技有了很大的进步。 网友对其表演也赞叹不已，张艺兴加油！明树这个角色实在太虐心了，心疼明树。期待张艺兴的下一个角色，干净善良、努力认真的艺兴最棒。如果不差在张艺兴，那究竟差在哪里呢？这个电视剧和原著小说差距太大，改得面目全非，狗血的剧情、不合理的逻辑关系，让人物变得都不正常，最后草草收尾，让人心有不甘。 原著中，简敏敏是坐了一年牢的，宁佑的母亲也因错过最佳抢救时间而死。他们都因放不下仇恨，让自己最亲的人也一直生活在痛苦中。他们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，但是电视剧却给出了他们各自太好的结局。这次正午阳光的作品得到了史上的最低分四点七分，归根到底还是本子改得太差。可惜了这一些很卖力气的好演员，特别心疼袁泉、宁佑的命实在太苦了。 似乎从头到尾就没怎么笑过。网友也是对此一言难尽。这种作品太不像正午阳光的风格了。看来再优秀的团队，稍微骄傲松懈，就有翻车的可能。好的作品，从剧本到演员，从台词化妆到后期制作，一个环节都不能差，否则满盘皆输。正午阳光，你也该好好反思了。但愿下次相逢，能不负众望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。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，欢颜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、加关注哦！谢谢大家。